要带里面出来了，出来玩会儿，快点，这个房间都给你了，把胖虎他们都撵出去了。蓝莓不喜欢小橘子，那胖虎还老揍他，让他老躲在这里面也不活动。妹妹下来，出来呀、啊！现在这个房间都是你的了，把他们都移出去了啊！哟，大宝，你刚才不是出去了吗？啊，大宝啊，大宝，你刚才不是出去了吗？怎么又躲在上面的？你这个小家伙真聪明，悄悄躲在这儿。妹，出来嘛！蓝莓从小就是特别乖巧温顺的，这会儿绝育完以后性格变得内向了，然后胖虎不知道为什么老揍他，他一见胖虎就躲。哎呦，大宝你下来了，大宝，这个屋子给你妈妈了，以后你们在外面好不好？你说你还坐在这儿了，大宝啊，你想跟你妈妈在一起对不对？妹妹出来玩玩来。蓝莓对玩不感兴趣，她对吃的感兴趣，要不拿点吃的来。妹妹拿点吃的来，拿吃维生素来。大宝，那是给你妈妈的，你倒是挺快，终于可玩一玩了，快来出来玩了，宝贝。你不高兴啊？妹妹，出来来，过来。你想玩了？那好，再来玩吧。你妈妈估计是前两天送她去洗澡了，然后就不想出来了，就怕再去洗澡。招财猫。你胖乎乎的像不像招财猫？来，招财猫，举小手呀！大宝也该减肥了，你看你跳起来呀，倒是，这跟你爸学会了。来，妈妈，大宝也真够懒的。哎呦，终于动一动。大宝的毛都是发亮的，看那毛。段子一样啊，以后每天晚上训练你们，凡是胖胖都训练20分钟每个人，好吧。